为各位介绍下面这项商品，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OK 意大利 Brembo 的商品。那没错，这个就是 Brembo 的侧推的一个主缸，那主缸有含一个油杯啊，一个油壶在里面。它不是那种塑胶的油杯，它是整个一体式，跟一般我们原厂的很像。那当然不愧是 Brembo 的商品，那其专装上去之后，整体的角度，那我们这个用影片来拍照是这个没办法骗人的哦。这个整体的一个安装后的一个感觉，跟侧推所拉上的这个质感，侧推所拉起来的这个手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跟真的跟与一般的完全原厂不一样，非常的 Q， 压起来的话好像是有一韧性一样哦，压东西好像是有韧性，你也会感觉说好像是拉东西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感觉到说你这个轮子在转动的时候手上的回馈啊等等的，你都可以清楚藉由这个拉杆所得知你目前车子所有的状况，然后施力多少给多少，施力多少给多少，这个手感的东西当然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但是拉起来呢就是 QQ 的，那硬硬的，但是不是那种非常的适应，但是你就是感觉就是那种这个硬中会有带软的那种感觉，硬中会带软的感觉。这是左边的一个安装后的角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好，这个是右边的一个安装后的一个角度，然后在中间的部分当然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调整。那右边的主缸哦也是，那这个车主呢是搭配这个 Brembo 的对式的卡钳，拉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哦。基本上呢很奇妙的是，装上去之后你左右拉起来的，不管你后面是后碟前碟，你装上去左右两边拉起来的一个手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而不会有像一般改完其他品牌的主缸一样左右边拉起来可能右边比较硬左边比较软等等的情况发生啊，在这个侧推上来说是目前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那如果有喜欢这个 Brembo 侧推的这个朋友们不管是像现在常见的双碟 G6 啊、雷霆啊、S-Max 等等，那当然都可以到麦可仓库机的精品选购。那也欢迎上麦可仓库机的精品的官方网站，直接在 Google 或是雅虎首页打麦可仓库机的精品就可以找到，也可以到我们的露天拍卖等等来购买。那喜欢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线上订购，谢谢各位。